早餐，早餐，我们今天早上应该还是会去潜水，现在先吃早餐。我们来到岛上最大的一家潜店，我们要先去签字。哎呀，要签生死状了。在哪里啊？ I need your name. OK. Name. 然后这是整个卡比劳的潜点，就是在这个岛的旁边有打这个潜水标志的都是潜点。潜点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底下有一些好玩的好看的东西，然后现在我们在选我们自己的装备，要选合适的脚蹼啊，面镜我有了，然后衣服啊，还有调节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上船，这就是我们的船了。拿好自己的脚蹼，装好自己的配重，我们就可以上船了。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下水，然后现在这底下很浅很浅，我们要游出去，外面是峭壁悬崖。Thank you.
住了。哦，船也过来接我们了。然后再把脚蹼下来了，然后我一定要泡一下这个温暖的浅汤的水，然后顺便尿个尿。今天风景还是挺好的，不确定下午会不会有风暴，因为有30%说下午会有雷阵雨，应该不会了，好看的天气。哇，好爽。对啊，好温暖啊。哇，跟整池尿一样的。整池尿。你看他们这专门的相机的荡水池，还有脚蹼的 PCD 的，还有眼镜的，给我们潜水的人上来洗装备用。潜水回来洗了个澡，然后下午应该不潜了，现在是12:40，准备去吃午饭。然后我们的岛其实这两天估计有台风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然后有观众问，我们来这次花销差不多4-5千块钱人民币，当然他说如果是潜水的话肯定不止，因为如果你有考证的话，来这边潜水会比别的岛潜的贵，因为他这个岛的物资缺乏，还有一个就是人员也不多嘛。这个岛上潜水是1550比索，不包含装备的情况下，就差不多在200块钱人民币一潜，一支气瓶，包含一艘船，还有一个导潜，还有一个船员啊，会带着你出船的船潜啊，不是岸潜，好吧？这样子，如果不潜水的小伙伴就能大概的预算出价格了，好吧？所以说在海岛除了潜水吃美食，当然菲律宾的美食我们已经吃腻了。好，等等。所以说作为一名潜水员也是挺辛苦的，看到没有，自己的装备拿上来要淡水要先冲完，然后放那边晾干，因为海水都是咸的，所有的装备都要清洗。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就吃美食。当然我们经常来菲律宾，美食也就吃腻了，所以说我们带了很多干粮。然后今天我们那个酒店的那个员工好像要去带孩子去岛那边参加什么活动，而且所以说到下午2点钟都没办法给我们做吃的，我们就自行准备。我们只能找我们的朋友帮我编头发。这边找不到，要不然如果你们去菲律宾别的岛的话，他们会有那种编头发的小服务啊。那两个，就是那两个，我们住我们隔壁房间，就是边上就差点都干杯倒出来，差点倒出来，拿过来啊，好好喝。哇，这个冰岛的铁板浓烟吧。先不跟你们多聊了，我要先吃饭了。